我咧感觉，因为咱这芙蓉曲吼，咱台湾人，我会记得我从小到大就是有用到这种东西啊，哦，认为这种东西的销路还算稳定，所以就从事这行的工作。这个拍照是一些部落客去发现到，然后再问我说要不要开放让人家拍照，不是我刻意去用的，是。啊，这两天中秋节的那个人潮怎么样？这两天算还可以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哎。一天这样子下来，差不多几百个人有啦，是。OK， 好。